吃吃吃吃，不可能吃那么多，吃吃，还吃吗？怎么一点效果也没有啊？他吃饭，他挨揍，你看看看，揍死了，看看。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养这么多金毛，其实怎么说呢，就是单纯的喜欢。看这金毛长多好看，这个嘴知道吧，哎呀，这个眼睛还有这个鼻子。金毛平时的时候特别真的听话，特别听话，就这么摸它的头，对，这么盘，你看这个金、不是这个金毛，你看非常活泼，非常欢快，看这个鼻子多么的圆润，对对对对，看多么的热情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来，对，往往身盘，对对对对对，看这个戒，这个表，不是这个，这个你看对不对，哎呀真乖，特别棒啊，开心点，笑一笑，来笑一笑，对，笑一笑，笑一笑，笑一笑啊，可乐吃呢，乐哥，我跟你说好消息啊，楼下狗馆年前搞活动，邀请100斤的狗进去免费参观，参观一天，能不能出来就看那个狗的造化了。没事你接着吃，不用抽我，你这才98，还差2斤呢，人邀请100斤以上的狗。